千四吗？一千四。一千四百五十，好吧。还有九折。那个也不要，那个卖的最好，那个最少。什么价钱？有老公的孩子。哎呀，你小心手，衣服回抓了吧？哎呀，还有龙虾。要不趁一下礼物看好的去。现在要跟着去看一下。哦，还要放进去了，放进去了，那两台已经放进去砸了，我先走了。